去年由文化部指导、婚姻馆政府主办的布袋戏创新实验剧《旧母小金刚》得到观众肯定。馆府今年再度推出新的作品，委托台湾南北传统戏剧协会规划，今仔日特别表演一段为活动暖心。各属之，你甲统治本港，最惨了，今仔日这支大炮被我你攻带。演出这出戏，王者开台，眼输侪，大家所有参与的成员啊，拢是咧咱即马布袋戏界精英，超过十团以上啊，即、這个领域的资源，要去共同创作啊，阮的家庭的三大新的即个元素，第一就是即个文化创新啊，甲咱即个布景的创新，以及啊咱即个音乐。的创新，会当予咱北港沿海地区咧，拢有一个欣赏传统的文化，佮结合着现代的灯光、布景、布幕啊、音乐，吼，会当传统艺术结合现代，吼，会当来个做一个一款叫做演出，予大家看吼。大家知影传统文化，一定为了要长久，一定爱来结合着现代。叫我当做咱的艺术嘞，会当来翻古古等等嘞。福林县目前有120多个布袋戏团，是全台湾上多，所以布袋戏会当讲是福林重要的传统表演艺术之一。县府也积极保存这项传统文化。咱的后尾也有一个布袋戏馆，咱每年举办国际的偶戏节，我们同时为着要发掘更多的表演的团队呢，咱有这个金掌奖哦。另外啦，那个向下扎根。以金姐好好来对，以峡谷来对啊，我们都有做布袋戏的啊，这样子的一种传习哦。起码以这个啊，后卫诶，各地的灵窟龙国公园来对啊，我们积极的在推动啊，这个布袋戏传习中心这么一个工程的啊，这个建制啊，那么一百公将来啊，这个传习中心能够提升为国家级的一个布袋戏的传习中心。高水的布袋戏红啊，比般传统的搁较大，演出的布景也改变了。现场各家团加入演出，要带予观众全新的体验。这场表演将要在5月7日礼拜六北港文化中心，甲5月14日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演出。欢迎有兴趣的民众，会当向台湾南北传统戏剧协会来咨询。记者郭永平采访报道。